谢咱超哥你阿来你收你来做你当年华会啊会啊是啦，感谢你的颁奖，取得你的颁奖来当助理来当天天幸福中大奖，谢谢。你哪知？好好好，阿伊就是足好运的，足好运的哈，真的啊。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点小小的幸运这样，对，因为他的好运气。刮刮乐捌中偌济？多少？你啊，你捌中过偌济？100吗？刮刮乐啊，我们用乐透彩那种刮刮乐、啊。100万吗？你这样突然问我，就觉得好像很多嘞。他很简单，中10万，去猜他刮的有啥？好厉害哦！我们要刮个2000都很难嘞。妈呀，你讲中2000，你讲对发票一届要中200块就是困难的啊！哎，真的嘞，我现在中2000，现在很方便，就是云端。对，发票云端。嗯，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就不要对了，我就直接用那个。对，用云端。哎，用云端，你中奖还有500块。对，而且呢，不用扣税金哦。对啊，对啊，然后如果中的时候直接入你的户头，我都觉得好方便哦。哎，安尼是就方便。我都没有中过呢。怎么会这样？哎、欸，有嘞，我很常中嘞。啊，好幸运哦！我是奖金有发票。好幸啊！可是我最多只有中过。有，我今天有收到一个，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诈骗。哼，就是那个台湾配。哼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台湾配，我今天收到邮局的单子，然后他寄来就说我因为刷那个台湾配的条码，就是扫那个 QR 码，所以有我吧？支付2000块、哦，新光3月。哦，是哦，你要不要印证一下？我就想说我要打电话，因为我急着要出门，我想说这是诈骗的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有可能这么幸运吗？我最多发票中过4000，啊，4000而已。有有有，我都那个点回，我最多好像也有，有我有印象有4000，可是不是我，是我把我的发票拿回去给我妈。我说妈，你帮我对看看。啊，你挂掉啊？对，4000呢，还是留4000？对啊，我就想说，哎，一定是人的问题。哎，我以后交给别人就好。我跟你讲，你拢干嘛讲发票无看可能会掉哈？哎，我朋友去西门哈，哎，去小七哈，赶走店买一罐养乐多，嗯，掉100万。哇，好幸运哦！100万呢，在水上。好我刚刚夸你10斤呢。100万呢？哎，真的对中100万呢？哎，就不简单呢吼。好幸运哦！天下掉下来的礼物。我靠我自己好。学弟啊，你敢食去买哦嘿？你敢食去买啊？对的时阵，赖连姐啊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我是收到那个邮局的直接寄来的单子，然后叫我填资料。啊，还要填资料？再寄回去台北。哎，是来看阿边？因为那个是刷那个 QR code 啊。哎，嘉宾和朋友，你老对诈骗有问题哈？支付的啊，会带问阮这个地图啊？对哦，会带问伊啦。虽然你起码可以拉我，他直接寄那个单子给我，然后是邮局的，然后他上面有写台湾配。好，我去问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这个很有可能诈骗。小确幸哎，如果有的话。我一讲你这边有哈？很多，现在很多。哎，你真的传票就开始封上，你知道不？嗯。讲哦，封上讲哦，这独居老人有无？到处啊，有啥物问题，拢爱先来个请教，甲问一下。嗯，迄个哄骗300万，独居老人哦。啊，伊个约伫迄个，因迄个民用，迄个金世界遐，迄个抽水站，那个车手来跟他拿300万现金。啊，人家辛苦的积蓄。啊，迄个，伊就家己人大嘛。啊，迄查囡仔，伊就叫迄查囡仔，逐天甲伊讲电话，拢无看到人，嘛无牵到手，300万就好伊啊。你也有的。你嘛有呀？你认识？你也叫哄骗你哦。165呀，对啦对啦，哦，直接卡打165，165是迄个诈骗的，哦啊，我个伊讲卡113呢，没有啦，113是家暴呢，哦，安尼无共算，有啦，刚刚他们讲一样165啊，啊165啦，诈骗的，哎，有165哦，哎哎，我是在宣导一下，啊，我刚刚讲个其他敌对你安尼高高低的，你就卡去165就知，你讲奇怪呢，迄个乃常常对我足好个，哦，迄就是有疑问啦，来啊，接着下来哈，那个来个安排一首乔佑的歌曲，好的，双鸭龟，来一首芒芒果吧。祝福大家富贵又荣华、啊！这来安排这一首我们乔佑的歌曲《芒果花》哈、哦，来到底那个最顶上一首我们乔佑 KTV 点唱率，大家都真爱唱嘛，就爱听爱唱台语歌哈。哦欸、芒果花，祝福大家。并且要摆哦。哦，会。你安尼，我介绍，我介绍一篇啊，把你来这首嘛真赞。小姐，请你和我按哦，这首。哎，来个唱。来共同欣赏这一首罗斯峰的歌曲《休假》，下一首吧，阿公你挂电话的分手承诺的爱。
样比不能猜，不是我不爱，我对你也不坏，对你也不该，原来就无奈，我心里有寂寞，你却只在意你以后吃好喽，阿女就对话吼，甲阮阿妹也加多拜。